设定首页的轮播秀，那我们点选右手边这个网图示呢，这边有一大串的这个程式码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复制起来，好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呢贴到我们的这个首页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我们在刚刚的这个 navbar 呢底下呢，我把它嘛再把它贴上去。好，那我把它整理一下下。OK， 那最后我们把它存档一下，重新整理一下。那有人说，哎，奇怪啊，为什么我们的图都不见了？那你注意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告诉他，你是放在 image 的资料夹嘛？好，那你放在 image 资料夹里面有三张图片，一个叫010203嘛？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少了这三张图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下载这个地方，这个 Web Design 嘛？好 ，Web Design 它有一个叫 image， 那 image 刚好就有三张图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 image 整个 call 起来，把它复制起来，回到这个 Bootstrap 这个地方把它贴上，好，这样就做完了。好，那我们重新再整理一下。好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动的这个播放了。 OK， 好，那这样就没有问题。那这些语法应该要怎么去看呢？一样我们回到这个 Bootstrap 的官方网站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JavaScript。好 ，JavaScript， 你去按 Ctrl F 去找这个Carousel 这个地方呢，好，有这个示范的这一个程式码。那么它底下呢有这些嘛基本的这个样板的程式码。好，我只是对于这个样板的程式码，针对它做修改，那把它贴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嘛，把图片换掉，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了。